了棉花糖的《劝一个勇敢》。的时候呢，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应该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哈，毕业之后要干嘛？怎么办？我就要进入社会了，就是会有一段很迷惘，然后很困惑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会特别的需要勇气去做一些突破或尝试。对，那我也很开心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参加吉他社，所以因为社团的朋友，然后有认识这首歌，这首歌也给我很多力量，所以可以分享给现场的朋友们。欠一个勇敢，来自棉花糖，谢谢，也欢迎其他朋友可以点歌哦。